要不我清唱给你来一下？啊，来了，我听一下。嘴巴一上，喝着可乐，加点冰，透过人群看到那次的我战惊。你笑得特别调皮，让我特别着迷。我一直在想，今晚怎么带走你。我说我想带你去看场爱情电影，我说我有点喜欢你，绝对不许骗你。如果我说我叫饶舌，你别嫌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或者跳一段也可以。哦，啊，你还会跳吗？啊，我会唱会跳会 rap 会打篮球啊，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哦，你还会打篮球？啊可不，啊可不。我靠，女生打篮球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。因为我叫小兰。小兰，好的好的，我再把玩的是打野啊。螳螂，我螳螂玩得很厉害。感谢风小豆的飞机，谢谢豆总。哎，我们听的豆总，谢谢，可以可以感谢一下。谢谢豆总的飞机，谢谢。啊好，感谢豆总。我想去看一下这个。啊，我马上要关了，马上要关了。哎，我们先还是打游戏吧，不用不用，下次有机会再来看啊。给我可以给我送个飞机。真的吗？你都不告诉我，我等。好好，回头告诉你，回头告诉你。没有去看过你的直播哎。好，你回头明天来看。视频。都去看那些视频看到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行，啊，这个，好像很大的主播是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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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主播，小主播，很好像很厉，真的好蛮厉害的。没有，没有，主要歌唱的好，有一大批歌迷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唱歌不是特别好，我就唱说唱，唱 rap 比较好一点。你可以指导一下我唱歌吗？好，行，有机会再指导你啊！我先上个厕所 啊，上厕所洗个手。啊、没在意他这个多少人，不重要。哦，这样啊，那都给你送礼物的都有那么多，应该你直播间很多人吧？感谢星宇玫瑰的飞机，谢谢玫瑰，感谢贵总，谢谢贵总的飞机。哇哇哇哇，这个人疯了吧？他这个抓不到你。没事没事。他打不到，他打不到我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怎么控制有点多，这把我们阵容有点差、啊。我了33块，让我 A 一下，人家那个闪，还来呀？疯了吗？我看，我要好好打一把这个游戏了啊！我这把要 carry。厉害吗？有研究，有研究，有研究，对，稍有研究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有个？我记得人家说的什么，马老师好像还有个什么三角杀，还有什么勾股定理是吧？三角杀。那也是你是吗？正方形打野，对。正方形打野是什么？对，正方形打野就是我自己悟出来的一套打法。我这把给你展示一下啊。感谢格斗司马二徒弟的飞机，谢谢马总，谢谢马总。你为什么打游戏前要去洗手啊？我们带着打野过来抓的。疯了呀！感谢马老 C 谭谭的飞机，谢谢谭总，谢谢。谢谢谭总的飞机。对，谢谢谭总。谢感谢极速加速器的三个飞机，谢谢吉总，谢谢。谢谢吉总的飞机。对，三个飞机，三个飞机。跟你打游戏一直就可以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你来上来。你们一定不知道在干嘛。是，想跟你坦白一个事情。啊，怎么说？你说。就是我在你去洗手的时候，偷偷摸摸去你直播间看了。哦，你到直播间来看了一下啊、哦？好的，好的。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刚刚数了一下，你不是说你是小主播吗？哦、然后我刚刚看到好像是有100多万的那个，哦、杀人了数了半天。哦，那个今天。星期六人稍微多一点，哎，对，星期六稍微人稍微多一点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我拿到一血了，你说，厉害哦，那你平时，哎，我靠，搞事啊，这个人搞事啊，你恐怕还要杀我，你真的是，哎呦，你想太多，好，来勾我，没勾到，勾到他就没了，勾到他就没了，
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你平时就声音有点小，我帮你。应该可能也很多人看吧。啊，平时这个。哎，我怎么把这个放在这里？平时也还好，还好，嗯。最近比较凉，最近比较凉。没有啊，都有这么多人给你送飞机呢。为什么我听到火箭？感谢 THE 送上的飞机。火箭是多少？火箭500币，嗯，500币。500币啊？对对，我一天大概能收个两三个，两三个啊。马上等会就有人送了，只要我一超神，马上就有人送了。对。好。对。还等你超神。我已经杀了一个。哎，我这灵魂没有打到。感谢周润发叔叔的同花顺。哎，周总来了，周总来了。现在周总啊，豆总，豆总，你要感谢一下豆总。对对对，超级大火箭，这个是超级大火箭啊。超级大火箭。对对。超级大火箭就是2000币一个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对对，没错。今天豆总来了。对对，今天豆总来了，所以他来。谢谢豆总的超级大火箭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。感谢豆总，帅哟、哦！对，超级大火箭，帅是这样讲吗？感谢大龙方金轮烤鸭，这是我们鸭总，鸭总。谢谢鸭总。对对，鸭总。鸭总送的什么？飞机，大飞机。谢谢鸭总送的飞机。怎么感觉？鸭总对。感觉。那他们都平时都很支持你直播喽？对，非常支持。真好，主要我游戏打的也不错，然后歌唱的好、嗯、对，所以是的对，但是大多数都是来听我唱歌的。不是应该听你讲课吗？不是说好像说你是金牌讲师。哦，那个讲师就是可能会、感谢金轮神魔鸟的大火箭，谢谢轮总，谢谢。有人送大火箭了，大火箭是500币。谢谢500币。谢谢，这个是什么？大火箭。我没有听清是谁送的。伦总。伦总。对对。谢伦总的超级大火箭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是大火箭，大火箭。哦、大火箭。感谢苏格拉梅底的飞机，感谢菜菜小迷弟的飞机，谢谢。好多人送礼物啊、对对，我主要颜值也很高。啊？颜值也很高，对对。刚才我去上厕所，哎、刚刚厕所对你可能没看到。我没看到。对，我是属于那种对，就是那个非常有味道的，很耐看，啊、有味道，对，很成熟的那种，男人味是吧？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那种靠颜值也有吸引了不少观众。哦，有一批是你的颜粉，有一批是你的这个唱歌粉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有一批还是你的这个打游戏的粉。是的，是的。是还一批是比较的全能，对。我是抓不到他们厉害，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优秀啊？你看，没事没事，你也可以，我觉得你也很优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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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你优秀，我这个游戏打得太惨了。没有机会抓，他们的防gank做得很好，感觉今天的高手很多。今天高手很多。我来了。我来了，你把他留住啊！我来了，我净化一下啊！我净化一下，马上就到，你要拖住他，勾引一波。好。哎呀，我没有。没事没事，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，双杀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 ？Nice。对我正方形螳螂，厉害，厉害吧？难怪这么多人给你送，对对对对，送这个礼物。感谢寻找天才玩家的大飞机，谢谢。啊，又有人送飞机。谢谢对对对，天总。天总的飞机，对，很有悟性，很有悟性。那、我也可以称为你的学生了吧？教了我这么多东西。好，可以。我马老师教的不亏。你要是想学技术，可以来看我直播啊。好。对。我已经杀三个了，马上要超神了。然后我一超神啊，我跟你讲啊。我这个直播的时候啊，对，只要我一超神，
啪啪啪，马上那个就这个大火箭和超火就会有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经常这样子，我每一次一超神就必定有两三个大火箭就会送过来了。感谢刁德一的飞机，感谢很威的飞机，感谢威总，嗯，威总今天来了，威总，对对对，威总飞机，对，我还一个飞机，刁总的飞机。他我马上就要杀人了啊！他上路大概还有20秒就会阵亡。嗯，上路往上去了。好，他死了，我要杀人了。哎，我杀人了。厉害，已经四个。怎么样？还有四个。很强吧？四个就超神，很强。对，还有四个就超神。等会我四个人头一拿到，马上就有大火箭送过来了。那就开始感谢了，要不要给他们走一下什么战歌什么的？对对对，你有战歌那种吗？有战歌，有战歌。哇，那就很帅啊。对对，而且这个战歌是我自己出的，自己出的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对对，有出过歌，对，在音乐方面有小小的造诣。那么厉害耶。嗯，还好还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技能。感谢辣条皮送上的飞机，谢谢皮总，谢谢。可以，下路已经可以滚雪球了。哟，我是那个奶刚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他跑不了，他跑不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。他有闪的啊，所以这波怎么搞都杀不掉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一过去他就交闪了。是的，他有闪。对，所以这波只是逼一个闪现而已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了。哎呦，你有点想咳嗽。我们今天这边下好漂亮的鱼哦。这样本来可以杀他的，有点可惜。感谢金轮金轮的飞机。谢谢轮总，谢谢。谢谢轮总的飞机。大家想吗？哎呀，我不要 CT， 这 ADC。感谢看到老马的飞机，谢谢看到老马，感谢感谢。马总啊，我们听到马总。谢马总的飞机。马老板，马老板。马老板。对。不是马老师，他是马老板。对对对，我这边要杀人了，我马上要杀人了。他在回城，他没了。要死。我要双杀了啊！我要双杀了。哟。别想送塔啊！想吃塔皮。我已经起飞了，我五个头。酷哦。嗯。还有三个距离目标完成了。对。我正方形打野还不错吧？啊。不错，很棒。咱们守一波。感谢集训加速器的超级大火箭，谢谢集总，哎，有人给我送超级大火箭，对对对，2000币，2000币的啊，这个。谢谢集总的超级大火箭。大老板，大老板，2000币的。大老板。对对对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嗯，超火超火。老板今年一定会赚很多很多钱。对，是的，嗯。谢谢老板。我们也来个大，哎，我靠，他吃我的吃甲虫。我们也来个大红包。带你远远的，现在在干嘛？回家回家。怎么样下？怎么样？我螳螂还不错吧？嗯。要不要拜我为师？五个头了。那你不是已经是我的老师了吗？啊，这不算是这个真正的拜师啊。
感谢亲家公的飞机，谢谢。那是不是要给你磕三个头啊？哦，那不用，那不用，嗯，你可以这个我的、哦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哦，好好，可以，行。但不敢问。11-7。嗯，厉害，五个头了。马上要超神了，超神就是各种大火箭就来了。对，嗯，没超神都这么多大火箭了，那等一下肯定更多了。就今天双休日，老板比较多啊、嗯，比较多、嗯。对，没事，不用怕，我在。好。我的弹夹还剩几秒。他得死，他也得死，他也得死。他也得是，哎，双杀，对，七杀，小意思。我最高达到国服王者前十，这么厉害吗？对对，没错，被称为国服前三大粗腿打野，就看到我基本上就能够，嗯，对，但是现在已经不太，啊，已经没有当年的这种巅峰的感觉了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个王者水平啊，我当然王者水平。感谢谢广坤的飞机，谢谢广坤，坤总。谢谢坤总的飞机。我的观众老师说我七杀必死，但是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相信你。不可能的事情。相信你一定会超神，我会把奶留，我会把这个奶留给你，你的蛋。我来下路帮你抓一波啊。你可以等我快到的时候适当的勾引一下，好，不要太，不要太太那个啊，不要太表现出来啊。好，我马上到，你可以，哎，好，勾引他一下，稍微的，对，不要太，我要把这边引他一下，哎，好好，这个先往我这边走，缓速他，没事，杀掉超神了，跑掉了一眼、啊。哇，这个连环跳可以。哎，想杀我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没事，没必要整，没必要整。艺高人胆大就这个意思啊，你看到了吧？啊，艺高人胆吸血。哎，你看，是吧？厉害哦！沉着而冷静，英俊而潇洒。超神了，超神了！对，超神了，对。感谢吉总的超级大火箭，感谢卡神卡卡的飞机。谢吉总的超级大火箭，哎，感谢吉讯加速器，吉总的超级大火箭，超神了啊！谢谢吉总。哦，螳螂还不错吧？螳螂还不错吧？嗯，厉害厉害。我螳螂在他这个英雄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玩这个英雄了。哎，又哎，感谢机智的蛋糕送上的大火箭，谢谢高总，谢谢谢谢。谢谢高总大火箭，高老板。高老板。对对，高老板，高总，嗯，回家。好多人给你刷礼物。对对，我这个螳螂玩的非常好，因为螳螂是我，嗯，这个当年耍的最溜的英雄。嗯。对，当年靠这个英雄。那个连环跳很帅。啊，很帅是吧？啊，基本操作，这个属于基本操作。飞天螳螂是吧？对对对。像我这个跳啊，它是意识跳，就我根本就没有去思考，你明白吧？就是手会自动的去按、嗯、当有遇到危险的时候、嗯、对，感谢，我看你直播学习一下了。好的好的，感谢私生子的大飞机，谢谢私生子。毛病啊，我已经起飞了，但都来抓下了。我来了，我来，这波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很强的，他们有一个眼，我已经绕后了，先给他个缓速，好像打不起来，他们好像不太愿意打。再来个缓速，他们不打，算了算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有神打。他们看到你有点害怕，废了。对，我现在装备非常的好，有点无解。有点猫该，哎，有点猫该。完了，我来了。啊，注意看我的位置啊，我来了。好 ，nice， 好，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螳螂的终极绝招啊。
啊，对，没错，很帅，这么帅吗？对对对，没错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研究的终极绝招。这个怎么按啊？这个就很复杂，很复杂，说来话长啊。对对，以后有机会再教你。看一下你直播，多看看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就是跳吗？这个就是脚不落地的击杀，明白吗？啊，就你放点水是吧？那种。对对，放这一招的时候，脚是不用落地的。嗯，是地烫脚是不？他在说，我在说你是不是地烫脚？嗯，地烫脚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是不是地烫脚？哇，好帅、啊！刚刚那个。这个其实啊，花里胡哨啊，花里胡哨，它的实用性并不高啊，实用性并不高。那挺实用的、啊，不然你刚刚就会被他一刀，躲下技能嘛。感谢小蓝妹妹送上的飞机。嗯、小蓝妹妹是对对对，有人在冒充我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叫小蓝妹妹。嗯，那我应该可能他也叫小蓝啊，也叫小蓝。啊，感谢。还蛮有缘分的。熊丹送上的飞机，谢谢熊丹。白眼拍。哦，就挂了，就挂了。你有这么多关注，你能啊？可以给我打一下广告，叫他们来。哎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左下角的比心软件 APP 啊，大家可以扫一下。对，没错。你的房间号是49205962。49205962。好的。我没有买到它。这把我们优胜到，来准备收一下这个大龙。他们关注我，回头可以给他们唱歌。虽然没有你唱的好听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。啊，没有，我们不是一个风格。哎，不是一个风格。你的这个说唱也很棒啊，对，你的说唱也很棒。嗯。来来来。你已经十个头了。大龙收掉。对，这是我的这个拿手英雄，拿手英雄之一。嗯，你这样打野是吗？对，国服前三粗腿打野，就以前有这个称号叫粗腿打野。粗腿打野就是说那种什么抱大腿的那种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对，一般这个路人玩家看到我的话就笑嘻嘻，因为觉得躺了躺了躺了。对，来来来来，抽个装备。我们不可大意啊，对手还是有点强。有点强，不可大意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大龙搞一搞。现在就打大龙啊？对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来，我先过来帮你一波，我们把这小龙吃了啊，我们再去打。好。嗯，这边是没眼的，他在拍，他现在应该做眼。光辉来了，光辉在后面藏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打。我海底捞包他们了，给你来个缓速。没事，不用怕。没事，没事，不用怕。我招很多，我招很多。可以打，满意。哇，这还开交闪。哇，这一波我们人太少了。交闪你又跳了。感谢辣皮条开通的公爵啊，我们这边有皮总开通了公爵啊，公爵。谢皮总开通的公爵。对对对，谢皮总。哇，这个还是有点难打的呀，我们。谢皮总。他控制太多了，控制有点多，人有点多。对、嗯、我们必须得呼叫队友一起来。哇，这个石头人闪现加大招，然后还没有，对手还是有点强的啊，有点强。嗯，控制有点多，控制很多。对，没错，打得也很好。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大龙拿了，不能拖，拖到后面我们的阵容啊没有对面好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把他们干掉。呀，可以。
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跟他打，别跑。好，好，三千交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条，这个小龙给吃了。OK。感谢私生子的飞机，谢谢私生子。谢谢私生子大哥的飞机，你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没事，骗他一个大而已。好。可以。哎，哎，完了，啊，还好，走位。来，我们这个来大龙，这个准备搞大龙，不然我们对要拖到后期不好打。感谢私生子的两个大飞机，谢谢。谢谢私生子大哥的两个飞机，欢迎一起感谢。感谢私生子的三个飞机，谢私生子老板的三个飞机。好，开始了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和我。OK， 来，我们准备把这个回家，准备把这个大龙搞一下。回家一步，这个人在这里等半天了。嗯，回家一步。哎，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在那里知道在干嘛？可能他上厕所去了。冥想。嗯，他可能上厕所去了。他在跟大龙对话，灵魂的对话。这个人咋在这里？你在干什么啊？我靠！感谢苏怡梅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他们非常的团结，不是很好打。哦，没事。这个有点难搞，有点难搞，有点难搞。我们队友掉线了，刷了个武器，那给你刷了礼物的那些老板和小哥哥们，会来比心上看我吗？对，你这个歌唱的这么好，应该会。他们会喜欢我吗？他们会喜欢我吗？哇！我等一下，我要挂了。嘿，这个金身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这些哥哥们会喜欢我吗？那这个真心，这个我觉得吧，就我就不知道了啊，那我就搞不清楚了。但我觉得你这个歌唱的这么好，是吧？啊，游戏打的也很好，对，这个应该会对喜欢你。是吗？对，你那个 rap 嘛不谈啊，非常棒啊。有练过是吧？给你唱首歌吗？对，说唱有练，那等一下可以唱首歌，你帮我指导一下吗？唱首歌，好，没问题。不唱 rap， 先唱首歌，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唱的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你帮我指导一下，你是音乐老师吗？音乐有稍有研究，音乐人，对对。我们赶快把这个大龙吃了，不然不太好打啊，拖到后面不太好打。我们石头人他可能网络并不是很好，掉线了。对对，他掉线了，网络并不是很好。我怎么走过去了？完了。走过去了，这不要五杀吗？
这就搞不清楚了，要小心一点，你还有个孔孔太多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有这个东西，我还有，这就飞天小汤。哎，我们有点难打呀，嗯，是吧？有点难打。那个地方被控制了。对，控制太多。然后这个墨菲特出了两个反斩。啊，谁？哦、啊、哦、啊，你出。日女出了个反斩，泰坦出了反斩。哦，感谢龙血的飞机，谢谢龙总。谢谢龙总的飞机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没上来了。对。他们不敢打火龙了。嗯。你可以上火龙打。来来来来，我身上没有眼了。大龙搞起来，大龙搞起来。把眼扫一下。赶快直接打，直接打。控制好多，打了一波四环四还可以。感谢几十星宇的飞机，谢谢星宇。不好打，老板的飞机不好打，不好打。泰坦把我弄住了，我都奶不到，我只能放一个大，那边丢不了技能。没事，我们继续打，只要石头人在，我们好打的。嗯，不能拖，拖到后面我们肯定要输。有点漏了他们，等我把救赎救出来好一点。来，继续打。先帮他打个蓝 buff。他们控制太多了，好，把血手打出来了。少人少人，有点肉啊！哦，开轨道，不着急，扣他走。好，再走一个。再走一个，好 ，OK， 可以 ，OK， 好，我们可以收大龙了，快快快，我们一个都没有死，哎，配合，哟，哇，投降了，哎，直接投了啊，直接投了，哇，厉害，好，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左下角二维码啊，比心 APP， 这位是这个。小兰，小兰，哎，49205962，你的 ID 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马老，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哎比心再找一个小改改啊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耍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不是要给你唱首歌吗？你还帮我指导一下？好好好，你来你来，嗯。
可以唱个易燃易爆炸。易燃易爆炸。好 ，OK。